把小明的速度给他加到10，你信不信？对，加油，哥们儿，加速啊！加速啊，哥们儿！不加速了啊！老铁们，小明大的用的是时速啊，太快了，不公平。没有不公平啊，家人们，小明大的本身就可以跑时速，他本身就可以跑时速，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啊。啊，三文又当姥姥了，三文又当姥姥了。三文说我三文说怎么你不能跟三元说话，你跟三元说话，三元叫个不停。我说你当姥姥了，高不高兴？来，明天带哪个狗蛋子去卖大米去？三元好了啊。奶奶姥姥，哎，奶奶还姥姥啊啊，哎，错了，三文，你当的是奶奶不是姥姥，三文在纠正错误呢啊，家人们，那三文蛋子刚才纠正错误呢，三文是当奶奶蛋子啊，不是姥姥蛋子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了，不叫了啊，叫错了，说错了，三文啊，不生气啊。嗯，能原谅我吗，三文，能原谅吗啊，能原谅我呀，哎呀，能原谅我呀，三文。一摸就好了，三元愿意摸，你摸他，你看他还得让你摸，你摸他就不叫吧，不摸了，你看摸他就没事，一不摸就叫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当奶奶，你这奶奶脾气太大了，你这奶奶什么奶奶呀，这脾气这么大。
什么奶奶？你鼻子啊！坐下，坐，坐下，坐，三爷坐下。你什么奶奶？你脾气这么大呀你？虎妞怀了几个？虎妞一共怀了六个蛋子啊，家们。目前为止，咱们检查的话，虎妞是怀了六个蛋子啊。好了，带狗蛋玩跑步机吧，行不行？今天玩跑步机啊，家们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哎呀 ，seven 呐，别乱叫唤了啊 ，seven 听话啊。